印尼的巴扎美食边疆味十足。最初就是开了熟成的这个薰衣草啊，相看万亩的薰衣草田，不用到法国，伊犁这里就有。这里是丝绸之路北道途经之地，是天山下的明珠。蟑螂哎，这么大只，在台湾有看过这么大只的吗？是还有软软的啦。当有小桂林之称的汪洋展现跳水美技。汤姆，跟你讲，我这次真的要跳，好不好？真的不要拦我。没有没有，你不要去，有危险了。不，我这次真的要跳，好不好？你确定哦？出发！啊，小心一点。